是说下一个目标你一个人不行，我帮你啊。这样真的要得到吗？你不出错就没有问题。明白。敢在我地方撒尿，看来你们是活腻了。我往上射是他的懒蛋，但往前射反而你们倒霉。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为什么我会这么衰啊？收钱就是伙伴，不收钱就继续捣蛋。